第四题，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玩秋千，规定每人来回荡30下就要换人。某日体重30公斤的小智和体重20公斤的阿雄同时玩同一长度的不同秋千，如右图，则小智与阿雄二人摆动30次所需的时间比，应为下列何者？这就是我们的单摆等时性，秋千就是单摆。单摆等时性告诉我们说，单摆的周期只跟摆长有关，与我们的摆角大小、与摆锤质量无关。我们的小智阿雄坐上去就等于是摆锤，它的重量不同就是摆锤质量不同，但是与周期无关，所以他们摆动一次所需的时间相同，摆动30次的时间当然也就相同，因此他们的时间比应该是1:1。第四题问我们说，则小智与阿雄二人摆动30次所需的时间比，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1:1。